菩萨保佑，神医把我儿子的病治好，我会加倍给你钱。男人婆，出来！你们怎么这么慢啊？有没有一点团队精神啊？你叫谁男人婆啊？说好了叫你们就出来，这么慢是要干嘛啊？行了，你们两个别再吵了，先干正事。却是经历了一场灾难。这应该是一家人，刚才的几个村民和员外一样，很可能中了毒。那旁边两个呢？应该也是中了虫毒吧。太过分了！哎，让他去！救命！禽兽！敢欺负我们老大！许涛，走，连志，你没事吧？连志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姑娘啊，你何方人士啊？一个弱女子怎么会来到此地呢？小女子名叫青青，家是本地人士，家里兄长爹爹突然发了疯，然后就变得好可怕，好恐怖，好……哎，
师父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，把他们的毒虫引出来。记得员外府吗？再来，还来。亲，我知道你身世可怜，但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啊，走吧。青青，青青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前辈，刚刚我和恩人想去看看那口井，没想到。哎呀，没想到什么？你快说呀！没想到井边有好多大怪物。啊！赶快带我去，快！刚刚明明就在这儿呢。听村里的人说呢，是因为喝了屋里外回春井的水。传说呀，喝了那井里的水，会延年益寿，返老还童。前辈，刚刚我和恩人想去看看那口井。我就知道你有问题。你到底是谁？放给我！别去！好女儿，没让我失望。青青，你怎么跟他在一起？哎呀，臭小子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你的好粉丝，我们中了人家的离间计了。青青，你骗我！恩人，我只是想报仇，你闭嘴！你们就是毒虫之灾的罪魁祸首。王爷，毒将军已成，毒将军化万毒便可金身不灭。赵元吉那个废物也是这么说的，可结果却被什么镇魂法师打得屁滚尿流的。切，镇魂法师，爹爹放心，皇帝杀我全族，当我者必死。这是何物？剧毒丹。救命啊！救啊！救救命啊！叫也没用。快快快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们就是干掉赵元奇的那个镇魂法师吧？不错，你是谁？我跟你们一样，是一个渴望太平盛世的义士。可当今朝廷昏暗，天子无能，为何不推翻他？你我开天辟地。师父，怎么办？我不管他什么怪物，肯定不是好东西。你去救严治那小子，这儿交给师父了。试试毒将军的威力。
是。哎，什么毒将军，还不是被我们打败了啊？万毒归宗，金身不灭。什么？炸都炸不死！丫头，丫头，千玉，丫头中了虫毒，你快带她走！不行，我不能先走。臭小子，看着这个怪物，我是打不过了。我就丫头这么一个徒弟，我其实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看。丫头很喜欢你，你一定要对她好，不然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挡住她，你们走。师父。臭小子，我求你了，快带丫头走！追！这铃声的节奏可以驱动香水的威力。把他们两个给我抓回来。我还没死呢。用的是虫毒，只有我的霸王虎才可以救他。谢谢，谢谢前辈。哎，哪那么容易？我的霸王虎啊，需要跟人融合才能发挥功效。融合？别信他，他一看就是什么歪门邪道。我邪门儿？但可以救你啊。好，怎么融合？这么爽快就答应了？霸王虎不同凡响，凡是敢为天下苍生付出一切的人，用生命去降服，关键要心怀正义。那这些啊，都是被霸王虎打败过的高手，所以不是你镇住他，就是他害了你。什么鬼地方？胭脂，我们走。我一定不会放弃你的。说吧，我该怎么做？要实现深度融合，不需要你有高超的武功和过人的内力，最重要的是你的决心呢。你只要撑过12个时辰，霸王虎就会和你的力量融合，到时候你就是成了邪恶的克星，亲他一口就可以救他了呀。
来吧，两个象吧，小宝贝儿。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来来来来，慢慢慢慢慢慢慢点，慢点慢点慢点，慢点啊！看，他好像特别特别的喜欢你呀、啊！这怎么跟人融合啊？咬你啊！咬我！这么一个奇形怪状的家伙，你让他咬我？废什么话呀！啊皇上，刺客就是我呀！我啊！冰冰，火火！皇上，毒虫就是我放的。现在你的臣民都成了我的奴隶，让位给我，我也想体验一下黄袍加身的感觉。我可以把皇位给你，但我不能置黎民百姓于不顾。既然如此，先顾你自己吧。你可还记得清风寨？你杀我全族人的性命，今天我带着我们全族人的仇恨，让你血债血偿。爹爹，为什么？这个废物哪有这个智商杀你全族？是本王。不好意思啊，女儿，用铃声控制他的方法太简单了，我没忍住，背着你打到了一副更大的铃铛。想当年，本王虚心去你们部落招募，你们那个狗屁长老说我心术不正，我就杀了他们。没想到还有个采药没死成的笨蛋被我利用。我聪不聪明，高不高明？皇上，该你了。没想到你真的可以撑得住。谢谢前辈。不用谢我，霸王虎再厉害，不和你融合，他也就是一宠物。你们总算帮老夫了了一桩心事。前辈，现在研制的武功会不会比以前厉害了？当然了。你们怎么还没死？杀
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应该给他戒毒。什么？你能不能帮我？巷口有暗香停留，锣声敲醒一方友，人间阡陌显白头，连志喧嚣淹没了千重愁，仇恨加深似层楼，我们就再也不要见面了。成王败寇如水流，天上人间不许梦，笑我面目狰狞不懂情愁，浪荡妖怪天地无忧。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。可是这回非同寻常啊，恐怕是有去无回呀、啊、这是徒儿的责任。燕之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燕之。燕之，抓紧啊！
剑出鞘，魂出鞘，魑魅魍魉逃不掉。他上路，侠之怒，豪情万丈挡不住。不住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不过，我可以当你心中舍身取义的大英雄。叶芝，他们好开心啊！我也很开心，你不开心吗？我当然开心了。前辈说的能压制一切的就是他。原来亲嘴也可以解毒。杀了他！你们听着，把那个狗皇上给我杀了，不然我就杀了他！我可就数三个数，三、二、一！师父，臭小子，你及时出现，真让为师太感动了。丫头，你没看错人了，你。船上都是炸药。走。走。Thank you.